冯英琦，前香港轮椅剑击运动员，在十三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引致双脚无力而要坐轮椅，然后大约在2000年他双脚又渐渐恢复活动能力。其实我在十三岁那次意外那里就不是好像大家想到好像日剧那样是很伤心很不开心的事的。那时候对于我一个适应力这么强的人来说，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其实我那时候需要坐轮椅，我觉得是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咁唯一嘅分別就係可能你需要坐喺架輪椅嗰度，你人哋需要行五分鐘嘅路，你推輪椅一分鐘就可以去到咯。能夠發揮得到自己健全嘅一面，就已經唔係傷殘咯。咁我諗呢個可能就係你哋所講嘅樂觀咯。其實我並冇特別比其他人係特別樂觀，我覺得只不過係我對於事嘅睇法係同人哋有少少唔同咯。喺1995年。冯英琦正式练习轮椅剑击，三年之后，他夺得世界轮椅剑击锦标赛花剑个人金牌。我谂剑击是一个很多变的运动，可能你是有很好的实力，但其实你往往都会受你的心理的影响，你自己个人的控制和你的思想够不够成熟是很有关系。我想这个就是剑击吸引人的地方。在2004年雅典伤残人士奥运会，冯英琦在个人及团体项目之中一共夺得2金1銀。怎样能够永远站到一个颁奖台上面？我会觉得是一个认同，即使你输了，人家都觉得你是赢。所以我觉得我在剑击上面都做到，但我在其他人生各方面我都想是达到站到上这个颁奖台上面的，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令到我更加想去读书或者是做更加多的事情。做仰卧起坐，我们主要就想训练。之后冯英琦逐渐淡出剑击运动，他现在在一间大学修读同体育有关的课程，今年毕业之后他还计划进修硕士课程。他本身是一个精英的运动员，亦也是世界的轮椅剑击的冠军，他的大赛的经验这个在那个学习方面还可以帮到他。他现在的论文就是讲剑击轮椅运动员的分类，是其实很讲求一些比较高质素的一个科学化力学化的分析的。就是因为他的背景的前身就是有了这些比赛的经验，这些其实对他写论文来讲就很有帮助。冯英琦和香港轮椅剑击队的队员和教练曾经并肩作战，今日他虽然选择淡出，但是他仍然关心剑击队的训练和发展。15-5打不到，打到晒脾气，他在拉伸的时候根本打不到，因为他自身的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力量和速度都有，同埋他最主要是他的后天的勤奋，同埋是比较好學和動腦筋，所以他嗰個運動成就咧，係喺呢啲咁嘅基礎上係會慢慢慢慢就會體現到出嚟嘅。馮英琦認為每一個人都是運動員，他亦喜歡不斷接受新挑戰。他而家嘅挑戰就是蛙艇。可能你劍擊達到一個高峰，咁唔代表我人生每一個崗位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覺得應該要作多方面的嘗試。